运行啊，对，等它这个挡板平衡，挡板平衡再放松。也懂得算刀口啊，刀口顺着一刀片一进去了嘛，六三九九。也可以先，那你先走，可以先放下，可以先放下。关掉。它也可以的，很旧的。比如说你这里大的话，你就可以398、39.9。如果你对开，你根本上不了那么准的刀啊。它可以有像你有一点小误差，我们有个手动可以去点低一根头发那些啊。点低头发什么意思？